我是新匠，经常要收到私信在问画画要用什么颜料。那你想知道100元到1000元的颜料差距是什么吗？今天呢，新匠用4种不同价位的颜料来测评，一键三连加投币，咱们往下看。第一款是100元内的晨光水彩，第二款是100+的芦苇丝，第三款是300的视觉，第四款是1K的大使。它们的色卡分别都在左下角。这次啊，会用5个方面来测评，分别是原色、水花、扩散、混色以及透明度。每个厂家啊，在生产颜料的时候，肯定都是希望自家的产品是好用的。每个颜料肯定都有其各自的优点，加上个人的使用习惯和喜好，很难单一的去评判一个颜料的好坏。比如晨光相比其他三款的混色是比较弱的，那如果事先先在纸上铺水再进行混色，那效果就会大大的提高。像多彩中国城就是用了晨光的水彩颜料来画的。第二款的芦苇丝是我平时啊给学生上课示范最经常用到的一款颜料，以它的价格来说，各个方面的性能啊都是比较稳定的，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款颜料。第三款的视觉颜料啊，从配色上来看比芦苇丝啊鲜艳很多，里面有几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，比如1550和1529，它的扩散和混色都会比芦苇丝高一级，但是以它的价格来说，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远远不如芦苇丝。最后的大使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颜料，它的颜料用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，无论是笔轻而一举蘸起颜料的那个感觉，还是铺色、扩散和混色等等，虽然它贵，但真的非常香。如果啊经常用芦苇丝再换大使啊，这种感觉就会特别的明显。比如满格10分的力气，用芦苇丝来混色可能要用8分的力气，那用大使混色可能就是5分的力气。我一直觉得啊，颜料的好坏并不是最最重要的，相信大家肯定都听过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，所以啊最最重要的是熟悉颜料的性能，能适应颜料，把颜料玩于股掌之中。当然啦，如果不考虑预算，颜料当然是越贵越好用啦。说了这么多，给个转评赞你再走，顺便呢把你想看的视频内容发评论和弹幕，我全都会看的。我是手把手教你画画的新匠，下期视频见了，拜拜。